尊敬的推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文贵。今天是5月7号，因为今天周末，我就不录平安视频了。我现在正在锻炼，刚刚才跑了13公里，非常的好。啊，昨天还是很多电话，很多事情发生。啊，我们很多事情在明天的视频里说吧。我收到了你们各方面的关心还有担心，太多问题了，我慢慢的回答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是纽约自行车这个城游税太多了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建议所有人一定要锻炼身体，保证大家健康。一切都是刚刚开始，还有3年呢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